Wang Pengxuan, 运动员, Li Yinan, Yu Wenhao. 14号台, 裁判员, Zhao Yuzhuo, 运动员, Chen Yong, Guo Hongbo. TV2号台, 裁判员, Liu Jinhao, 运动员, Guo Li, Yu Guangyu. TV1号台, 裁判员, 徐锦言, 记录裁判员, 贾舒淇, 董春波, 运动员, 王胜业, 菲律宾选手, 杰弗瑞, 伊格纳笑。 下面比赛开始。 双方选手争夺开局选择权, 预备, 3, 2, 1, 开始。 杰弗瑞·伊格纳西奥获得开局选择权。各位观众，欢迎您通过企鹅直播平台观看2018乔氏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分站赛江西修水站 TV1号台的比赛现场直播。 大家中午好，我是苏新元。大家中午好，我是张千勇。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屏幕左侧来自菲律宾的球手伊格纳西奥，对阵屏幕右侧来自中国湖北的球手王胜业。比赛采用13局7胜制，80分钟限时，双方轮流冲球。伊格纳西奥，菲律宾的球员。 他呢也是从2016年的年底参加我们的大师赛、总决赛，而且去年包括今年频繁的参加我们的分站赛，一步一步的从刚开始有能力，但是对于球台不适应，到现在成绩越来越好，并且在四平跟双鸭山的成绩都是连败我们的高手啊。对的，而且他是打的也是非常开放，但他的这个开放里边是不乏一些严谨，因为他本身在美式的领域里就是顶尖的一些球员。 然后他的个人的职业习惯跟一些球风也是比较好，包括他的一个很放松的心理状态啊，是他一直是抱着一个学习跟游玩的态度来的，但并不是说他不看重，他还是看重这个比赛的，所以说他能够打得非常好。上场击球的王胜业，来自湖北，23岁。王胜业呢，在之前的几站分站赛打得也不错。 也是小有名气了，但是在上一次我们的石家庄的国际公开赛的中国区选拔赛，他那场 TV 台发挥啊，特别差，不好。场下也说呢，自己这个上了 TV 台之后，有点不会了。对，看看经过这一个多月的调整啊，王胜业这边能不能够把自己的东西展现出来。 其实，在某些技术的层面上啊，大家如果说每天固化去练习一些东西，已经是差不太多了，就是说已经在自己的熟练度上保持的还不错。但是往往从这个心理层面的这个角度来看，他不太容易从短时间之内走出来。所以说，你怎么样能够很快的从里边走出来，这个就特别重要了。有些时候，一场大赛的一次失利，容易让你。 甚至说可能会记一辈子，短时间近半年啊，这都是有可能的，一直不好从这个阴影里走出来。一个决赛里的失利啊，都有可能是影响到整个职业生涯的。对，他会让你可能有些，比如说心里边比较脆弱的球员，他会一直萎靡不振啊，容不容易振奋起来，所以调整，自我调整。 这个没人能帮你，对吧？大家比如说，一些老的一些球员或者经验老道的球员会给你阐述一些道理，去告诉你怎么具体怎么做啊，还是看自己的。这杆球还是没进啊，左边中袋6号漏了。我举个例子啊，其实我说一种社会现象吧。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鸡汤大师特别多。 我感觉现在就是说，所有人都可以成为鸡汤大师。
每天在朋友圈里分享几趟，并没有说不好啊，就是道理啊，谁都能讲，但是呢，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就是老是包装自己然后宣传，有点那个，唠点这个接就实际的啊，对吧？接地气儿的啊。嗯，说完之后啊，大家哎呀，这个人厉害啊，啊，我怎么怎么？但是到你自己本身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你还要自己把这个东西扛下来。没错。三，二。啊，最后在十秒之内的读秒时间之内啊，打进中袋。这种现象，我觉得在王双叶身上，我是这第二次了吧？在双鸭山站的时候呢，刚好他离我隔壁台的隔一张。我有看到他，他跟陈双友在打，然后呢，有运气球啊。对，跟陈双友在打的时候，他有好几杆啊，或者说整场比赛下来，有很多球都是读秒，思考时间非常长。嗯，可能是个人习惯啊。我觉得以他的这个球风跟年龄啊，可能他这个思考的时间，我觉得可以稍稍的再减短一些，不然每一次啊都是在掐的时间。抽杆，容易导致一些失误。就是他这个年岁二十出头，本应该是很果敢啊，很坚定的一种打法。要不要来一杆组合啊？那这样传球如果传的话，黄一也是大概贴着黑八吧，往屏幕下方去走。小伙子长得也很秀气啊，这可能在感情上可能稍微细腻一点啊，所以说平时不太表露啊，怎么样？不善言辞，嗯，一切放到心里边，用球来说话。好球。那么一杆运气球解开了局面，而且这一盘组合也是不错。下面就看白球啊，尽量一定要过中线，尤其突破十一跟十号这个防线，你是从中间转过来还是从左边这个缝隙过来都可以，甚至于说还有十一跟十三的啊，十二号这条缝隙。张指导，你说这次来的比较早吧，咱们没看见楚阿，没来啊。我了解了这个事情，因为我是对楚阿这个球员挺关注的，我觉得他打球的可能某些地方更有天马行空的一面啊，他本身的这个性格也是，看着嘻嘻哈哈，但打着球还是很刚硬的。他这一站是没有来，伊格纳西奥来了。这两位球员，菲律宾的双子星，对，也是后雷耶斯时代在菲律宾里边比较看好的年轻球员。其实王双叶身上我觉得这个人就有点少年老成。要不要还是抓一个两库啊？这个完全就是个人习惯。其实正常要是轻推高杆起来是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是小多杆想发力，都喜欢，就完全可以下低杆走两库啊。第一局，王胜也胜，比分1-0。
第二局，王胜业开球。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一号球感觉被十二号球稍稍的稍稍挡了一些 啊，挡了一些，等于左下角就不太容易够了。这个有个薄边反塞起库去勾的位置，哎，勾到了。那行，好了，看看下方，有这个球还得传，六号还要传。十五号，好球，够稳定啊！十号球高杆向下，刚好有机会顶刺。一旦 K 好了，十一往下走一点点，左边看看有没有机会继续去用十二号的来衔接，就力度很关键。自然的这种九十度分离啊，啊，至于用主球的打点高低，还有力量控制啊，稍稍可以往上往下增加，不能太低啊，对，一定要给力，太低就过去了。对，但这种东西就是，这个怎么讲？说是只是大尽量的让大家形容一下，更多的还是得只能练，没别的。你要执行，看你执行力怎么样。我们给出来的是一个大概方向跟杆法啊。然后你具体做的时候，高一点、低一点，力量大一点、小一点，分离线路就多一公分的变化，这球 K 左一点、K 右一点，完全不一样了。那你要打的话，九号球左上方顶带啊，这个角度以及距离，还是有很大的难度。如果打这十四的话，就是后面的一号球容易影响出杆的动作。五，能力真强啊！就感觉从这个我们昨天开始到今天啊，就是轮番的，不停的有这个我们这个非常准度好的球员出场啊，出场，然后给我们一些偶尔就经验一枪的表现。长台边库大翻脚，打进脚位，然后再打进。其实刚才这杆球就是个两可球，可顶，也可以不顶，就再低一点，力量放的稍稍再轻一点，横向走，直接可以叫到十一号位了。王胜业个人的习惯吧，啊，还是选择了顶一脚黑八，这个球以他这个方向来顶，如果顶不好，
黑八停到四号球下面，就后面更难打了，还用十一横向再去带。但是他要打十二，加杆。对，距离远啊。嗯，打十一换了，打十一做防守了。考虑了一下这个成本，对，贴。那肖这个发型啊，一直都没太变化啊，有标志的啊，对，稍长一点，肯定会用这个发套啊，或者是皮筋给扎起来，有点像这个东营那边的啊，在战国年间的时候他们家的发型，是不是缺两把武士刀啊？对，武士刀拿俩吧，不是，号称一个冲的，一个打的，对，武士棍那叫啊。感觉伊格纳秀这个球杆后面是不是也加了个小的后缀的那种小后把？感觉像啊，刚好是后把这个握把再往下一点啊，袖套位置，然后就应该是大轮了。但是它有一长度很长的一段黑的小，而且粗度是不统一的，所以说感觉上像一个小的这种带着重量的，也是带着一些加长性质的这种小的延长把，直接拧到上面。最早就是说在打杆后面加这个加长把打的时候是那个杰森肖，好像是，嗯，然后再往前一点，其实在去年的杭州站那个西班牙的球员，嗯，他们可能之前有人问过啊，他们说球员们说的是在后面加了一个加长把能够让这个球杆更有力量啊，对，你像三金也有对吧，嗯，它本身其实是一个小配重，然后呢，也有延长的作用，就是增加球杆的长度。分量就是很多，比如多少盎司、多少盎司，你可以自己选。好球，但是六号又是难度了，而且五号是下方底带。还真是啊，这个加了一块，是吧？嗯。还有那球杆比较特立独行的史翠南啊。嗯。啊，那个球杆就特别长了，它属于拿类似于就是网球的那种缠的胶布，然后呢在后面缠了很长一段，整个球杆加起来好像是一米七几了，应该是，但是它还能抡得开，很有意思啊，它那个打胶布感觉球杆有岁数了，但老爷子打得还挺好，性情中人啊，各种非常夸张的赛，他年轻的时候的火爆，比赛完了，把杆给摔了、踹折了都有、啊。过程之中就是经常摔，这个球很简单，没打一动，前几直接啪。好，观众你虚着虚，我不管的事，你愿意怎么讽刺我呀，怎么着，我不理你们。而且他现在吧，有更多的一个就是习惯和问题，就是他有碎碎念这个习惯。对，现在对对对。不管是对手再击球还是自己再击球，他打完了叫到位了他也会念，叫不到位他还会念，然后就是你打球的时候偶尔如果举个例子，如果你会看他一眼，你发现他一直在盯着你，我记得那时候他跟亨德利那场啊总决赛好像是、一直在跟老亨聊，俩人打就是在交流，你也说不上他是跟你关系多好还是有战术。已经非常像了。到这儿的话，有对一个大象来说，我觉得打二号直接往上走也可以啊。这边一号球啊，打一号球，一号球的话需要走这个七八大缝隙，直接下低杆往上走的话，要求准度也比较高，或者是有一条线路，那就是单独打七白就往上跑，不进不要给对方留中带，这是一个前提，就是一定不能给对方留下好打的球。好球。
伊格纳肖对于咱们带口，我感觉已经是逐渐的适应了。嗯，我觉得其实他，我觉得他在中式上的这个专注度啊，比其他美式球员多很多。那现在目前咱们这个比赛里边，美式里边顶尖球员，好像就他一个。常来的。欧思纯呐，比如跟卡奇。对。卡奇是因为刚好打这个14+1的这个比赛在美国，所以没有来。至于说像三金这样的，就是属于说他还没有达到一线的这个美式的球员的这个位置。卡奇或者说伊格纳西奥，这是楚啊，欧思纯、啊、这些啊，像梅林啊，阿尔普尔顿，对，大部分的一些美式球员，他们都是以这个客串或者说偶尔来参与一下的想法，像这种纯粹性的花大量时间来打呢，伊格纳西奥还算是不错的。还需要推还是低杆？低杆顶一下五号球，看准度了。而且这个角度不一定能把八号球叫得太近啊，只能说勉强推进。对，还留一反脚。但是他对保球好像是不太恐惧，是，而且刚好有个两扣上来的右上角线路啊，就连打带跑，主要小心就是不要掉右上角底带就好了。如果你要利用力量比较大的话，正常肯定是应该持在右边的开球线附近的。第二局，杰弗瑞·伊格纳西奥胜，比分1-1。第三局，杰弗瑞·伊格纳西奥开球。球形更好的啊，是花色球，但是花色球不好选。对，上来选的话，左边中袋12号接11嘛，自己接自己了，就唯一就是有危险的啊，有危险，而且是接完之后11肯定向下，力量还要放轻，那不然长台的话就是左下方13，正下方9。不会翻袋吗？那你回来还是这个角度，还是这个角度，只是你前面比如说他在想我翻不进给你打，你也是这样打，你也必须要自己破坏自己，然后你打单色的话你选6-2啊，好了，红三这边是你问题，等于说一直有一个把控的想法在里面。看要不要接11号球力啊，还是要组合。嗯，那这杆传的真准。准啊，完全是个人能力啊。对，
几杆从上面绕下来啊，力量其实明显有点偏大的，还好是顶到了黑霸。十一十五还是左边十三，然后过来打十一就是轻推，然后反向打十五下来打十三。一个大笑，这个衬衫啊，应该是跟随他好几站了。他喜欢穿这件啊，对，可能是战袍。对，是他俱乐部啊，还是他代表什么战队的这个队服啊？他这个这儿的，你说是咱们今年的总决赛有一个那谁，叫两个字儿，德国的霍曼吧？啊，好像也是穿着自己俱乐部的战那个衬衣来打。对，那这个一个大笑这盘球啊，还是在后面三颗钱没有想太清楚啊，走位上出现问题。对，然后关于刚才这个一个大笑的这个战袍啊，我觉得他这个右臂上啊，就左臂上的这个图案，应该是一款球台或者是翘粉的图案的标志啊。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伊格纳肖这个马甲好像是新做的，后面这缎子面啊特别亮，一看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磨损或者比较旧的痕迹，很新，也是为了我们参加长期参加我们中式台球大师赛特意制定的。10秒，红三还是最难的一颗球啊，这杆四号球下低杆向上有机会可以带，看你低杆的这个一定要足够低效果。对，出杆打黄一，哎呦这个位置出杆很别扭啊，红三是有影响，二号球中单还没有，那是不是打二号低杆开轮撞三号球啊？看效果，想法是对的，再走。这杆要是轻推二号可是要求功力了，不能太重，太重的话倒是说黄衣有机会叫右边中带，不过一旦过头下边花球就挡住你了，最好还是停在中线往上一点点打黄衣右下角底带，形成一个反向的向左边的角度。还是要叫中带，哎，撞到十五了，底带刚好，再看黑霸，看样子是有下的啊，需要高杆推进。第三局，王胜业胜，比分2-1。
四局，王胜业开球。在昨天结束的我们乔氏中式台球的美国公开赛的比赛当中呢，英国选手加雷兹波茨在决赛13-4战胜了李赫文，获得了冠军。那么由于呢，加雷兹波茨是本身我们的乔氏的签约球员，他呢就应该直接进到这个总决赛。对，本身有一个名额。对，那么呢，李赫文就自动进入到咱们年终的总决赛，对，顺延了。对，十秒。加了很强的反赛，上来还需要一杆轻推的准度啊。王胜业这个大眼睛啊，很像那个英，很像德国的足球球星啊，厄齐尔，有点像大眼睛，有点像。你别说，也是小脸儿啊，大眼睛。但那个就是身材高一点啊，嗯、更壮一点。哎，有运气球两库，挥手示意一下，回过头，下方的九号还可以打。而且这杆呢，14号啊，中带啊，两个选择，9号、14。毕竟上边还有一个失意，跟关键的过渡怎么来解决10号。嗯，要不要从左边啊往右带一下，叫底带吗？叫底带可是非常细致的一个位置啊。那这杆就是一个双位，如果交位的话，14号右边中带啊，和10号球右边底带，好，算是不错啊，可以打10、14。这个球我觉得还是打10号，如果有把握最好，然后用14向上，因为他现在如果是推14，那么10号球还需要下第一杆再往上去叫失意。确实把10可能更合理一点，延时。有直接发力这样走，14又变成了薄球，从下面还要抓一个三库叫11左上角。首先是避开5，然后从黑八的右边过来啊。继续啊，高杆推两库下来，从7号上方走，低杆直接横向的下右塞低杆啊，黑八叫右边地带。太轻了，反脚又来了。
但是这个杆球可是难度大。没什么太多准备的动作，我没太看太明白啊，近视近了，但没看太明白。第五局，杰弗瑞·伊格纳修开球。啊，咱们这个刚才那话题也没谈完。嗯。我就是感觉啊，这个大反角的黑八本身难度比较大。对，正常常理是中低杆横台不进，白球停在线十一或者靠下边一点点贴库了，然后打进也停这儿，安全线路嘛，对吧？你发那么大力，白球失控，三库以上左上角携带怎么办啊？对啊，啊是我有能力，我把握肯定掉不了带。嗯，那这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黑八是制胜球了，我觉得还是没必要，就是。那么大的力量是。好，我们再回来看啊，中带要推进，再来右边中带，下面可以先叫黄一，然后左边三颗依次可以打，并且五号跟黑八这个斜向的角度啊，五号的右边底带就是黄一的右下角，肯定是有交位可以打。中低杆横向走啊，简单叫就是横过来先打四啊，力量大就是直接叫五号，先解决最难的一颗球。再过来看红三有还是没有，因为肯定是要轻轻的带一下黑八的。好，没问题。低杆，高杆轻推，同带或者相反的底带都可以。稍稍有一点点小。第五局，杰弗瑞·伊格纳修胜，比分3-2，开球精彩。Thank you。
第六局，王胜业开球。10秒，五，延时。反脚下低杆横向走。到这儿的话，牵扯到一个问题，下边的十一带啊，带可能就有风险。K 出来机会还好，K不出来，就五跟三啊，因为你横向那么撞这个力，还借库边卸力，白球很难出来啊。最好能刮一半，哎，还好再走，算是不错了啊。这个效果可以说很好了。王胜业那个五官啊，给他穿件校服，高中生都有人对，像学生啊，确实，娃娃脸。其实我这相貌穿着校服当高中生也可以，顶多是多留级几年呗。你这有点像那个蹲了好几年还没有毕业的体育老师，成为学校最熟悉的面容啊。下方还要绕三库上去，首先是避开五，然后避开四啊，杆法不能太低，右塞，黑八，没事儿。但是上方现在是漏了一个六，下面有个二号球，英大肖这个二号可以推过来叫五，或者是推过来去 K 啊，左边四呢可以用左塞白球打进往下走。先防一杆啊，好球！啊，职业反应就是我们经常提到啊，美式球员习惯性的做安全球，很直接，没有说站在这里想的特别长时间啊，就是很纠结那种。其实很多的顶尖高手在对手击球的时候，他也在观察。对，到我了，我已经想好了下一步怎么做。只不过在这儿我带一个最好的角度，更直观的角度确认一下我之前在场下所做的判断。嗯，有经验的球员都在这儿。是要去中带推进轻轻顶四号，好球，还是喜欢一磕一碰啊。对，这球员的对于这个分离角的理解啊，也还有一个就个人习惯。
还可以打四再上去。那这杆就是一杆关键球的过渡了。会不会去尝试叫七中带或者是六号的右上角？因为它这个角度是有点像屏幕左边的。其实有些时候，比如说你原来固化了某一个袋口，但是当你这个白球没有到你想要的位置的时候，你可以再不要太纠结，就是你要去想，球台上是有六个袋口。嗯，对。你不用说一定要强求那个左上，对吧？右上也可以。很多爱好者都是打着打着到最后，眼里就只有较劲了，两个袋或者三个袋，对。对，较劲了。其实这个杆球，一个大笑就是有点强行的想去叫这个六的左上角了。他正常不蹬这么大，这起来再少20公分，六号的右上角，对吧？也可以。就黄一虽然离左上角近，黄一用六去叫黄一的右上角也是一样可以的。够直，一杆往回退，六号叫中带可以啊。那感觉好像有一点点向下的角度，不是特别直。实在不行，六号叫右上角底带也都可以啊。直接叫右下了，简单打法，一杆打进往后退一点点，很干脆。第四局，杰弗瑞·伊格纳肖胜，比分4-2。Thank you。富山泉矿泉水，长白山的春夏秋冬。第五局，杰弗瑞·伊格纳肖开球。开球时机 ，illegal break。illegal break 啊，开球时机了。很明显啊，两颗球过线撞回来，一颗球过线，九号。继续打吗？压线。比赛时间也过半。本来是自己上手的好机会，球权再一次一手，一个大笑可以选择花色啊，13号球、15号球都可以选。而且一旦选到花色球的话，10号球左下方底带啊，哎。刚好左下角向上顶下黑八，
看你的精细的啊。对，下低杆避开，而轻轻推顶，没问题啊。好，有一定运气。嗯，还可以低杆往回退，叫到一二缝隙中间。是操右边底带，啊，右边中带啊，但是看这个角度，是不是有点大？实在不行，还需要利用低杆的左塞啊，就让这个白球吃左边边扣往下走一点点。第七局，王胜叶胜，比分3-4。第八局，王胜叶开球。10秒。王一，王胜业那打完之后那杆往回一背，特像钓鱼竿网，特像大圣，大圣，大圣把金箍棒一背。还是可以先打王一。角度不好吗？要换成四号，继续还是低杆啊？左边中带，这盘球里边看六号球如果够下，可以先推过去，不然的话就是往回退，一号右上角往前推就是先交六啊。他有几个思路在里边啊？想带一，这杆球是没带到啊。就算是没带到的还可以拼，走过去确认一下啊，白球最后到的位置。到位，
兄弟干一点啊，有信心就可以撞吃，都支持。点还是选择第一个，第八局王胜业胜，比分4-4，开局清台。第九局，杰夫瑞·伊格纳肖开球。开球时机，illegal break。两次开球时机，李南肖后面是肯定要大力炸了。打五需要往屏幕的上方多走一点，然后搅黄一右边中带再往下搅六，刚好是红三啊，右边底带后面有机会可以去交位的。这个位置俩花球啊，多少会影响一下王胜业的出杆。强大的这个身体控制能力，好，一个两库的三号球同带，杆法别太低啊，太低就吃小脚了。对，量了一下这个入库的位置，基本上中杆啊，往下一点点。哎呦，这力量啊！力量太重了，这么大。
这个力量失控了。对。把一个很好的局面留给了伊格纳西奥，这边一打一踢，还是去做啊，14号球。还是应该不算太直啊，有向屏幕左边的角度，可以高杆发力弹库起来啊，争取让白球跟下边的球走得近一点。当然能够架势。嗯，您说有可能要用左塞了啊。嗯，他还是想先做13、13、10、11啊，这可能是他本意啊，因为这么炸是一条线啊，这颗球需要再往下多走一点。嗯，然后12球刚好可以推中带。看角度啊，去用杆法了，就上一蹬就好了。第九局，杰弗瑞·伊格纳西奥胜，比分5-4，官方暂停10分钟，10分钟未来判废局 ，time out。比赛继续，第十局，王胜业开球。开球，有球进袋。白球呢，稍稍有点靠下。先来看一下定颜色，横向有机会可以一打一 K 11号啊，抓住一个红伞的厚薄，有太厚了，这样2号球后面还需要再考虑。打了吗？现在在这个4号球的左边啊，有可能白球上去还能打到7。不攻了。
量这个解球的线路。十秒，延时。请打进 K 到九，左边九号可以轻推，白球将二号球尽量的要刮到库边。这样的话，后面进攻也会更安全点了，对手也是增加一些问题的难度球。并且这杆球如果说刮二号的薄边刮好了下来啊，有可能会留下一个十三向屏幕右上方 K 十的角度。还是先打十二，同样道理要留角度。稍稍有点多啊，这杆球直接薄还能 K 吗？实在不行带点低杆上去也能 K 十五。角度留的有些大，对，刮了个薄边，确实是不好 K 的，非常正啊。如果再把九号球打进，那后面的话基本上都是比较难的球了。虽然十一号是很开放的位置，但是它附近是没有什么好的带口你可以选，左上右上左边中带。好球啊，好球，中带是有下了。
十秒，延时。第十局，王胜业胜，比分5-1。第十一局，杰弗瑞·伊格纳西奥开球。这杆球可是有点小运气了，这种球如果不接得非常薄，刮上就要进不去的。
没必要打得这么小啊，这个球可做的很多啊。我觉得还是他都是在考虑可能要用这个球去撞黑把。你看，那你们哪怕你往上走，对吧？90都可以去做，没有必要把思路全都集中在这一两颗上。八号球离苦边不是很近，你就算单叫，以你的准度也不是没有能力打进。打的有点拘谨。对，等于过分的把自己的压力就是不太开呀，集中在这儿了。四号球一个难点啊，往上走打横三流两库去 K 四，对，然后力量需要给的稍稍大一点点。好球，有效果，有运气。还是要看后面的这个八号球啊，这个位置倒说对于翻带啊是一个比较好的位置。来看打二，七号球左上角接力，不打了，变成打七，再过来二号中带。够直，低杆往回拉，黑八可以翻中带。大了，有点球稳了，这杆球啊，力量可以再重一点点就可以进了。再看线路，上去起左塞，然后高杆 K 来带起来，哎，又贴住，有这杆球，而且翻中后面也难打了，并且有一点点靠近圆弧，直接往屏幕现在的左上方底带打可能都不太好打，实在不行，后面还要找机会去 K， 或者是做防守。10秒。延时。
还是要留从上往下角度啊。打完九之后留带口的十二号球从上往下薄球的角度，或者现在看看是不是直接要来 K 了。对，还是要留从上往下。然后呢，这种球直接高杆去薄就好了，不用带很强的左塞。还能打，需要擦球吗？呦呦，这杆球又是打薄了啊，放到这个位置看看伊格纳西奥是什么情况啊。发力往里打，撞大运了，还会不会停带口？不好打这球，准啊，准。第十一局，王胜业胜，比分6-5。第十二局，王胜业开球。这个中带进球啊，真是帮了王胜业。上来长台这个边控球花球还是有些难度，左边啊，这个十号球。而且比赛时间行进到8分钟上下，这一分至关重要。对，如果被伊格纳西奥追平的话，很有可能点球，点球就不好说了。嗯，点球伊格纳西奥前面是有在双鸭山赢过咱们的两位球员啊，梁库勾一下四号球。轻轻打，再走，看能叫到九吗？叫到了，我们白球角度向上，那只能去叫十一了，然后用十一号再向下，去叫右边的边控球。
还是有一点点轻啊，这力量。如果再往上到开球线附近，刚好向下能更好的去交右边的边库啊。实在凭我觉得啊，十四叫十二，然后呢，中盖的十三号球下来衔接十五，而且后面十五号球如果低杆能往上再推一点点，八号球刚好右边中带了。对，这球也是到位啊。十三号校成直，或者是一点点向下。太轻，这杆球是需要打进之后啊，最好能往后，就是往右边走半颗球。打十五还需要用强烈的低杆去发力打进，往屏幕的现在右边退一点点，然后叫黑八下方中带。十秒，延时。这杆王胜业也是知道至关重要，很严谨啊，反复的比量位置。随后呢，选择一个接球定位，不能太轻啊，一定要发力，而且小低杆。距离本场比赛结束时间还有五分钟。顶开，好球！咱们中带，想法意图执行的啊，最后的结果基本上都算是完成了，嗯，靠稳定性了啊，准度。好。打进八号，恭喜王胜业获得胜利。那很快2点钟，我们比赛继续。